刚好。Hello， 我是苹果妹，今天峰峰他们带我们过来鱼塘这边抓鱼，抽鱼塘的水，带了好几台那个抽水机过来。哇，那么厉害！不要下去了，我们下去下去。草哥人好厉害的。我已经刚刚下去了一回了，你看我的脚。刚刚一滑就滑。阿正哥一个人搞一。蛇，有蛇。小心一点，这里有个螃蟹。螃蟹把它抓起来。抓你啊！啊！哦，它会潜水的，这个。啊！是啊，我以为我刚下来就拿到一个。是捡的，但是用我的，还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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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伯可能去到地方可能会有一点，好棒啊！有一个伙伴啊，有好几个。有货吗？有什么货？我一直在抽奖，有什么货？我一直在搞这个。有啊，你看一堆翻牌了，见到没有？大哥，给我拿过来一下。上三万条，看见没有？三万条。哎，这个。好，那边里面有没有那个黄脚鱼啊？黄脚鱼啊！那些黄脚鱼会在里面这里吗？对呀。是要螃蟹。等一下，我一直以为他们当年有货。来，都是假人的。关了，这里的水进来了。看能做的吗？能做的，来，你找个让给你。来，来。那条是你抓的，我头发黏的，我都不敢用手去撩。你看小胖姐的脸，全脸都是泥。换口，换大。因为我抓了三只大只啊，有一个鸭蛋呐。我抓了三只大只。哈哈，捡了个土鸭蛋呐。有压下来。臭了吧？哪来的鸭蛋？臭了吧？你摇一下，打开看一下。你摇不出来。你摇一下它，它哎，它这个可能是好。打开看一下。打开还有用用啊。有，真的是好，对吧？然后上面有没有熟了？走，不是熟的，没有，老哥，这应该是个蛋吧？应该还可以吃的这个蛋，因为它是软的。这里有刀，走位，全部都是鱼，这里来，给这里看看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那里有个好大的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拜了个拜，喜欢记得关注一下哦。